巧啊，这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你好 lucky， 找到那么 beautiful 的 girlfriend， 哪里找来的啊？不要打扰你们了，有空出来吃饭啊。你确定浩江就会看到你改变吗？哎呦，就是让他看到我改变的第一步，懂吗？那里，你们怎么这么快？不是我们快，是你慢。你才跑50米。你明知道他们两个那么 fit， 怎么跑得过他们？我还以为被小镇安全到很厉害了。既然你的计划失败了，我们要不要去吃东西啊？还没有失败，我们现在去浩家楼下。我还是可以让他看我跑步的，来。走了走了。你刚刚怎么跑那么慢啊？是不是最近都没有去gym吗？是啊，最近都忙着谈恋爱，哪有时间去gym嘛？所以是我的错咯。你说呢？我走了。